开始发射吧，大呆，开始发射吧。嗯，不错，大呆，看来你的准头有进步啊。我怎么好像闻到烧焦的味道？老大，你的、啊、你的什么？叫你们煮完东西要关火呀、啊！啊，着火了！救命啊！快给我灭火呀、啊！整个头要烧着了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想办法呀！好，火灭了，谢谢了。不过至少天狗比我预想的还要厉害。那这下斯特洛他们有的受了。老大，你的脸别靠这么近好吗？终于吃饱了。既然吃饱了，那趁天还没黑，跟我们一起去散个步吧，也好消化消化。我们今天都走了大半天，还要散步啊？你们自己去吧，我就留在营地里看看书，学习一会儿。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乐乐也会主动学功课了。哎，别瞧不起我，我这就把课本拿出来。你们猜要多久？要我说，三秒，三二一。耶，真是受不了。天王来了！天王来了！既然不想散步，那我们就换个主题吧。不如我们来个睡前战斗培训，如何？战斗培训，这个主意好。佳怡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好。战斗的时候，除了注意对手，也要学会观察周围的环境。有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你能用得上的道具，学会利用它们，你就能出奇制胜。可是赤焰，一朵花怎么能出奇制胜啊？这个嘛，就像这样。哎呦，乐乐，佳怡，轮到你们了。你战斗了，佳怡。乐乐同学，出招吧。能不能好好练了？赤焰教练，你看我表现得怎么样？这个也算是学会了吧。战斗当中学会判断敌人的攻击方向和角度也是很重要的，下面我来示范一下。这轻轻松松的发射回放。这是意外。再来。我的棍子呢？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
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，平衡感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在驾驶机甲战斗的时候。如果失去了平衡感，就等于输了一半。你们看，只要把握了平衡，战斗就会像跳舞一样优雅和从容。哦。啊，虫子！出发吧，启动新系统，传送装置。嘿嘿，斯图勒，这次我做足了准备，你别想再赢我。啊！该死的达曼，传送定得这么高干嘛？啊！啊！天狗，能吞食日月的恶犬，也是流星的化身。乐乐，不好，是天网！他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？刚才我们教你的东西都学会了吗？赶紧召唤机甲吧！没问题，神兽白狼，机甲召唤！图乐，来试试我天狗的能力吧！哈哈，看我一招解决你！要学会利用周边环境的道具。这下你们是真的惹我生气了。乐乐，天狗的尾枪就是他最主要的武器，只要我们解决掉这个，天狗就毫无还手之力了。好，什么？把我的火焰弹冻住了。第二课，要把握好角度、速度和出手的时机。一个哑弹也想吓唬我？对，人呢？最后一课，掌握平衡。虽然这课我们还没练习，不过先看看你天狗练习的如何吧。糟了，失去平衡感了！真是个不好学的学生啊！那我们给这个学生来点提醒吧。
给我记住。白狼，月影奔狼，蕴含白狼的冰之力量，擅长各种格斗技。看来我们的战斗特训还挺有效果的嘛。那是，毕竟我们有一群好老师啊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。救命啊！怎么了？好像是小星的喊叫。小星呢？不好！难道小星被天网抓走了？乐乐，你的屁股下面……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既然天也亮了，大家也都醒了，那我们洗漱一下，吃点东西，就继续上路吧。看到了吗？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。很快我们就可以回家了，佳宇也能找回他的记忆了。今天是我们魔鬼训练的最后一天，今天的考验就是障碍赛跑。第一个到达终点，拿到棒棒糖带回来的人将会得到神秘奖励。听我口令，三二一。怎么坏了？现在大笨暂时排第一位，大傻呆呆，你们可要加把劲儿啊。这是我的，我是第一名。老大，我赢啦！既然大笨是赢家，那么这次出战，大笨就是我副驾上的助手。至于你们两个，就给我到副驾去，给我好好观摩学习。解散。佳怡，你有心事？我没有啊。你都口吃了还说没有？有什么烦恼就应该说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解决啊。就是，不论是烦恼还是怪兽，我们都会帮你赶跑的。你们快过来看呐。哇，哇，好壮观啊。风吹着也很舒服呢。啊呜。小星，人家一个个的都在说人话，怎么一到你就狼嚎起来了呢？你
懂什么？我这是用最原始的形式来赞美这最自然的风光。可是这一点也不像狼嚎啊，分明是狗叫。什么声音啊？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天狗力量提升，吞噬了太阳部分力量，变得残暴危险。没错，我又来了。看来不论是开车还是开机甲都不能超速啊。大笨，谁让你开成这样的？我好像晕车了，不想吐。舱里有盆。舒服多了。老大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赶紧给我就位，我们还有战斗要打呢。是。天网他们到底在下面干什么呢？谁知道呢？他们要起来了。那我们也赶紧召唤机甲吧。山海水兽融合召唤。召唤下来，我们可是要来真的了。啊，真是不堪一击呀！我们还没那么容易被打败，是不是让你失望了？失望？我一堆新招正愁没地方使呢。好险，差点就成烤串了。是。哈哈，看我一招解决你！危险！启动新型模式。星元爆裂战斧。必须得找到他攻击的死角才行。攻击的死角？哎，有了！好刺眼！封锁住他的视线了，好机会！你以为我们就这么认输了吗，小的们？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视死如归。
给我回来，别逃跑，快回来，回来啊！有件事要告诉大家，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做噩梦。噩梦？嗯，梦里有一张可怕的脸，我有种感觉那张脸就是我的过去，我担心万一找回记忆之后会发生可怕的事，会害到大家。哪有这么多万一呀，佳怡，你想太多了。没错，不论你最后想起了什么，没想起什么，你始终都是我们的同伴呀。同伴？那我们接着前进吧，目标